晚上是吃韩国水饺。韩国水饺皮儿比较薄的这种，哦，有皮就很烫。嗯，怎么样？今天这一餐味道如何？不错啊。好像做吃的就没有一点不好。Thank you。辣椒什么味的？辣椒，你要辣椒还是给你辣椒酱油？好，OK。